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十元贩卖机的东西。刚刚就去错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第一样。Lego 的东西，它是这样。Uno， 这个蛮多人喜欢玩的。下一个，这个还是用 Lego 做的那个 fidget spinner。这个 laser， 下一个。黄色的，这是什么？帽子。下一个，三对袜子，10块钱。这个，它就单单一个环保袋。这是啥？10块钱。下一个，看，这是这个 Lego。又是这个，这个一样啊，放在车的啦，耳环，又是这个 Uno 装水的，哦，又是这一个，一样，我放隐形眼镜，还不错。就是这个一本书，普通啊，这个是一个娃娃，还是这一本书，然后这个耳机。接下来还有三个抽到卡的，这个是纸头发的。除了这个喇叭，它还蛮好用的，金色的喇叭。这是这个大奖，这个是比较大的喇叭。OK， 呀，喇叭全新，这个是大的，然后刚刚两个小个，它是这样子，这个在下面。所以我今天开箱就开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在下面点一个喜欢，并且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呢就到这里。